我叫个金英，这是我的中国名。我来自伦敦，但我很像中国。所以我上飞机到上海，到我心爱的外滩，去北京、哈尔滨，从呼和浩特到海南，有这么多大省，都很美丽，都独特，都特别好玩。跟我来入乡随俗。我叫今天俄罗斯天，因为。首先我们去看苏菲尔教堂。哇，可惜的是因为在修所以不能进去。很漂亮很漂亮。哇塞，多少钱一个？是哪个？这个吧，那十块。刚刚有人说，看俄罗斯帅哥，我说，兄弟还好你没有说美国的，我不是美国人。现在我感觉，哇，感觉我知道为什么我妈说我们不能吃那个冰糖，因为对你的牙不好，我看不好。不好，我昨天在和善的时候看一些缆车，所以今天要上那个缆车。我希望我的恐高症不会让我害怕。现在有点饿，要看一下我的朋友要不要一起吃饭。Oh yeah， 好朋友，一会儿见，准备好吃饭。跟我的朋友，我的87，这地方还不错的，是你朋友的是吧？对对，哈尔滨记忆叫做。Let's go。冰棍儿，张哥挖的冰棍儿。有很多酷的东西。这个是二八车，很老的。哎，这不是二八车，这个。对，我明天去滑雪看一下怎么样。明天滑雪，我也很喜欢滑雪。然后那个 balalaika， 那个也是我朋友买的。balalaika。俄罗斯很多，然后还有那个哈尔滨以前也有一条，就是有轨电车，就是有。电车哦，对 ，tram， 那 tram， yeah， tram， 对， Sick。 然后他这样学了英文哦，很酷，你看，请开始你的表演，有轨电车这叫，英文叫 tram， yeah， tram， 在伦敦还有，但是不是市中心吧？感觉你的英文水平也。提高了没有？其实有啊，最近在学一学，但是还是很烂。对，哦、oh, oh, ，Hello， 你看 ，Hello， Look at this radio， 很老。这个呢是在俄罗斯，但是呢，它这个是一个德国的品，德国的公司做的。哦、oh. ，叫 Zinger， Zinger， 对 ，Zinger。我刚刚跟 Sasha 说，那个点菜不容易。
然后我跟他说，哦，我吃素。他说，没问题。感谢我把自然气请我吃饭。你来哈尔滨当然。感动感动。